叫 Abby， 我是爱尔兰人，我是谁？我的家有四个人，爸爸妈妈姐姐和我。我的生日是8月2日，我的头发是深金色，我的头是圆的，我的眼睛是大大的，我的好朋友又是 Ines Asia 和 Jackie， 我的桌子是长的，我的每天六点二十起床，三十起床，我吃晚饭，早饭，然后刷牙，我七点半做。school bus。小车。上学，我8点半上课，12点我吃午饭，我二点四十半下课，我回家后我有课外外外课外课外活动，我6:30吃晚饭，我看电脑，然后我回家，我喜欢吃 pasta， 我喜欢吃意大利面，我也喜欢瓜和苹果，我喜欢投球 dance 跳舞和跑步。我喜欢英文课。Okay. 我明年上南岛中学。我上七年级，我害怕，因为我有很多，我有很多 homework， 我有很多课，功课。